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一千页最后一行啊，阿弥陀佛，于彼高祖，未得巍巍，相好光明，声闻菩萨，围绕恭敬，念老在注解里头用我们白话说出来了。当时会众，当时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西方极乐世界现前，先见一报，这一段接着讲正报啊，正报是阿弥陀佛于诸菩萨中啊，所以当时会众，会众是释迦牟尼佛的讲经时候的大众啊，听经的大众都见到了，不是一个人见到的啊，见到极乐世界依报种种庄严，又见到正报阿弥陀佛啊。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，正报前面所说的依报功德巍巍，相好光明，身中围绕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正是在讲经说法啊，这一会的状况，与会这些人都见到，为我们作证。下面经文，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，明显照耀，须弥山是我们世界上最高的一座山，它不在地球上啊，地球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啊，那是在我们南瞻部洲，这个地球是南瞻部洲，须弥山是一个小世界的中心，
所以经上所说的通常阿罗汉能见到，菩萨能见到，天人凡夫天人都见不到。啊，下面是比喻，譬如须弥山王啊，出于海面，明显照耀。譬如须弥山王出现海面，须弥山全称为须弥卢山王，乃十山王中之一，正报光明无量，故曰明显照耀。啊，阿弥陀佛放光，大家都看见。下面是说法，比喻两段经文合起来看，清净平正，无有杂秽，皆一行类，唯是众宝庄严，身心共住。依报是居住的环境，就是极乐世界。平广啊，宽广平正，清净安稳，故曰清净平正，此山非世间土石，喜马拉雅山、拉雅山还是土石。成就的，堆在那里成就的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给我们显现的，纯是四宝所成。啊，四宝是金银、琉璃、玛瑙、砗磲、这一类纯是四宝所成。啊，究竟好到什么程度，无法形容。佛的世界，啊，故人无有杂秽，杂泥土、石块，啊，异类。跟七宝不同类的，这叫异类啊，所以唯是众宝庄严，这一句话来形容极乐世界。声闻菩萨围绕恭敬，这些圣者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每一天围绕在佛前听佛讲经说法，所以在那个世界学习成就快速啊，我们这个地方过去一直到清代
地球上都有圣贤住持，现在有没有？我们相信有，但是一般人见不到。啊，他要被你看到了，你再也找不到他了。这些事情有记载，中国四大名山山志里头有文字记载，过去有人看见到山上去了，见到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啊，观音是指真有见到的，啊，地藏菩萨在九华，那都是与佛有缘的众生，他见到能生起信心，继续努力。如果遇到净土法门，肯定成就了。啊，过去没能往生，这一生遇到了，决定得生净土。圣贤共住啊，菩萨是圣，阿罗汉是仙，啊，共是跟阿弥陀佛在一起，延伸的意思，这些大众在极乐世界修行学习，啊，后面这一段经文踊跃理念欢喜啊，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，踊跃坐立，一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。啊，这注解里都有说明。阿难，及诸菩萨大众，阿难当机，所以用他的名字来带头。及诸菩萨等众，盖指菩萨、声闻、天人等等诸众，没有往生之前不一样。天人等等诸众，等等是六道众生。有没有畜生往生的？有。有没有恶鬼的往生的？有。罗刹修罗都有。啊，善恶人等，善人往生，我们不怀疑。恶人怎么能往生？恶人真正忏悔，后不再造。啊，最后这一念是正念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
至诚感动，这一声阿弥陀佛，他就能往生。四十八愿里面说过，第十八愿说得很清楚，无逆十恶。换一句话是，这个人在世间无恶不作，但是在临终那一刹那，他认错了，这一生错了，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师长，对不起亲朋好友，信西方净土确实存在，真正发愿求生，最后也是一声阿弥陀佛才能念出来，都能往生。这个事情有往生传净土圣贤录里头都有记载，我们听到了，得到很大的鼓励，希望在这一生决定不空过，要效法，干再多的坏事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你后悔，真正忏悔就能往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跟经上所说的一模一样，不能等要真干了。我们接着看下面，与会的大众蒙恩读睡睿，看到的是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种种瑞相欢喜踊跃，故皆五体投地，至诚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。三藐三佛陀是梵文音译，就以真辩之，真正不是邪道，辩之无所不知，就以心意的等正觉。心就怎么分？玄奘大师以前翻译的都叫就以，从玄奘大师开始以后翻的经典就叫心意。翻成等，等是平等，跟正觉平等。正觉是如来。有时候看经文，有时候指阿罗汉是正觉。像此地也谈到了三藐三菩提。三这个音翻成中国意思是真，秒是等，三秒是真等，三菩提是真就菩提，翻三佛陀或者是三菩提，菩提也是就，佛陀也是就，真就三秒三佛陀。那佛十号当中的第三号，故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，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
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梵音是三藐三佛陀。下面我们再继续看六道众生都沾恩了，啊，这第一个小段读光之苦，见到佛光，这个世界种种苦难不见了，修善的念头起来了，啊，我们看经文，诸天人民，这就是指六道，天道、人道，下面畜生道，云飞软动啊，畜生道，这三道众生见到佛光，所有的痛苦莫不休止。经上常说的离苦得乐，啊，真的离苦了，一切忧恼莫不解脱，啊，你所担忧的，你所烦恼的，不见了。后面这一句，念老举光明遍照品律说，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思光明，见得休息。这一段经我们要记住，悟道众生怎么可能见到这个瑞相，其实瑞相不生不灭，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所以声闻菩萨常见这是真的。六道凡夫业障太重了，把种种瑞相转变成凡夫所见的，像我们这个世界秽土，真相没见到，妄想见到，这一桩事情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，见到佛像，见到佛光，见到极乐世界，真的妄想没有了，杂念没有了，分别没有了，执着没有了，心得安乐啊！所以习戒慈心作善，欢喜快乐啊！光明遍照品说，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，见得休息，故经云：云飞软动，畜生。出生道啊，见到这个光，
所有的疾苦都消除了，一切忧恼不见了，这叫解脱。啊，下面我们再看，天佑不顾自民，啊，钟磬琴瑟箜篌乐器，不顾自然界作五音。这就是你听到音乐啊，听到音乐了，没有看到有人演奏，啊，这些乐器有人见到了空中，有人没有见到，听到声音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感应。啊，注解末后一句，不苦自然皆作无因。这个五音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交响乐，啊，再看下面经文，祝佛各种，祝天人民各持花香，来与虚空散作供养，设方天人来散化表殊胜快乐之相啊！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经中详谈见佛、见光、见土等等瑞相，何以啊？何以此有着相之事？是彼未知净宗之妙。大乘教里最怕的是着相啊，着是执着，执着这个相真有，执着这个相是我所见的，这就错了，这就叫凡夫啊。凡夫跟佛菩萨不一样的，要记住，凡夫见色闻声，就是六根对六尘境界，眼见叫色，耳闻叫听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身触动啊，意到妄想，第六意识妄想分别之处，第六意识，这种人叫六道凡夫啊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阿罗汉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看得很清楚，听得清楚，样样都明了，不执着，就是不着相。阿罗汉呢，着相生烦恼，不着相就没烦恼。为什么？他知道相是假的，把这个现前这些
六尘，真看清楚了，他就像梦中境界一样。啊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聚合空空无大相。阿罗汉觉悟了，知道这个相不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，根据这是最近近代量子发现，物质现象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他们总结，这个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，跟大乘佛讲的一样。啊，佛法《金刚经》里有一句话说：“一切法，就是六根兼的六尘境界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”啊，这谁看到的？菩萨看到的。啊，所以菩萨见到这个境界相，没有分别。没有执着，啊，不但没有执着，分别都没有。菩萨，但是怎么样呢？他有起心动念，啊，佛比菩萨高明。佛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当然没有分别执着。佛。菩萨罗汉是这么分别的，级别不一样啊，迷雾不相同啊。我们今天连阿罗汉都不如啊，阿罗汉没有执着，我们有执着啊，有喜欢的，有讨厌的，有想获得的啊，有排斥的，这些什么？这些都叫烦恼，这些都叫业，造业。烦恼里头有善恶，啊，善业感三善道，恶业感三恶道。其实，这些业因果报。也不是真的。什么时候才知道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一切法空，了不可得。凡夫分别执着，佛教化凡夫就用这些假的，像哄小孩一样，凡夫愚痴没智慧啊！佛给我们讲这些，这些叫世间法。觉悟之后，给我们讲除世间法。除世间法就是告诉我们一切法空。无所有不可得，讲真话，我们自己能在言下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好，你成就了。如果不能，不能说烦恼习气太重，听十遍，听一百遍，听一千遍还是执着，还是分别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同学当中读无量寿经有超过三千遍的，超过六千遍的，啊，还有念到十万遍的，
啊，念到一万遍的，他还是着相，可见的不着相真难呐、啊。能放下妄想分别之处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随便哪一个法门，你都有成就，你都能成无上道。如其不能，那佛特别慈悲，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叫我们修念佛法门。只要信、愿、持名，什么时候有效呢？从早到晚，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。有阿弥陀佛的名号可以，没有名号，有阿弥陀佛的像也好。十六观经里面，观相念佛啊。所以供佛像，你就要懂得供一尊，供太多了，你的心分了，散了，一心就专注啊，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这一尊。现在方便了，可以照相啊，啊佛像不好带，照相照片好带，比过去人方便太多了，而且照片是粉是彩色的啊，时时带在身边不离开，念佛不离开，心里头总是有佛这个念头，除这个念头之外什么念头也没有，统统放下，这个慢慢就得三昧了啊！念佛三昧现前，你就真见到佛，天天想佛，佛从哪来？想来的。你不想他不来，你想他就来了。啊，净宗法门是有相。直方立相啊，方西方极乐世界，相阿弥陀佛一真庄严，前面讲的这一大段经文都是相，依报的相极乐世界，正报的相阿弥陀佛法会讲经的盛况，我们往下看，习彼未知心中之妙，端在当相即道，即思而真。这是净土，无比殊胜，无比的方便。故不比薄相求道啊，要把这相灭掉，禅宗不能着相，天台先手都要把相放下，才能见到真的净宗不染，梦中见相真的，定中见相也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他不必要立誓见真，不需要薄相求道。
且此经纯是华严，世事无碍境界，一华一相，无非帝王。有些经上讲，一华一尘，尘是尘土，更小一点。啊，真的，无非帝王之处，用帝王来表自性。这个帝是第十天，就是忉利天，忉利天宫上的楼王。佛常常举这个比喻，啊，华丽，人间现在也能做到相似，啊，大的庆典，布置的会堂，啊，也是相当庄严。所以一花一香无非帝王之主，夜夜圆明，圆是圆满，明是光明，夜夜神妙，样样都圆满，样样都殊胜，样样都妙好，夜夜皆是一真法界之全体。这一句话特别重要的是全体两个字，全体到什么程度？我们今天讲物质最小的原子，原子还不是最小的啊，粒子、夸克，现在讲量子，好像没有比量子更小的了。每一个量子里头有圆满的宇宙，告诉我们真相。真相是事出世间一切法里头找不到大小，找不到对立，完全是一体，小中包含大，大中包含小，大包小我们能理解，小包大不能理解啊。一直到现在，机械发明可以能够从科学仪器里面观察到，像全息照相，就是小中有大，把一张照片把它剪碎，剪成很小很小的，放在极光下面，你所看到的是完整的，是一张完整照片，张张都完整。科学给我们找到这个证据，小里头有大，所以叫入不二法门，大小不二啊，没有小没有大了，大小是错觉，不是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连空有都不存在啊，你不能说它是空，不能说它是有，
也可以说它有，也可以说它空。微妙，所以叫不可思议。思是什么？不可思，不能去想。意是什么？意是去讨论，言说，你不能说，说不出。啊，整个宇宙里头，一切法没有真假。没有大小，没有好坏，啊，乃至于说没有善恶，有没有佛菩萨？没有。啊，佛菩萨，我们讲十法界，最高的是佛，菩萨声闻缘觉，下面六道众生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也没有，一一皆是一真法界之全体。所以禅宗拈花微笑啊，拈一朵花，拈一个树叶，给你表示表示，这什么？整个宇宙啊，整个法界的全体啊。入宝尔法门，圆明具德，不可思议。圆是圆满，明是光明，具足，万德万能。这个万字不是数字，含的意思没有边际，我们讲无量无边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没有办法去想，没有办法说，亦是议论。啊，你把思、意统统放下，你就见到了。啊，见到这个境界叫成佛。见到圆明具德，见到具德了，圆明还差一点。菩萨，圆明具德全迷了，凡夫。下面彼此同见，第一段慈见彼，慈是我们，彼是他方世界。你看经上是二十极乐世界，过于西方，百千俱至，那由他国，以佛为例，如对于目前，如近天眼观一玄地。念老要注解，过于西方，百千俱至，那由他国，前面有注解，我们重复一句，你见到极乐世界西方的西方，看到许许多多诸佛刹土，无量无边的，这个宇宙，这个世界从哪来的？要知道，大乘教里有一句名言：“
叫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就是心变现的，这个心真心，不是妄心。妄心是妄想，妄想没有能力，范围不大。真心，真心没有念头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所说的五句话，五句是描绘真心。真心是什么样子？第一个，清净，没有染污。啊，第二个，不生不灭。第三个，本自具足，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功德。今天讲无量的能量。啊，如如不动，真心没动过。啊，最后一句是能生万法，你就看到你的真心又生，百千俱值那一他国。啊，看西方的西方，极乐世界西方。你看到了整个宇宙的现象，你全看到了啊！我们看念老注解，极乐不离自心离也，你能够见到这个离，就是宗门常说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总有个理呀。外面是事，有理才有事，有事当然有理，理跟事是一体的两面啊，极乐不离自性。我们现前有没有离自性？没有啊。万法不离自性，是个离。所以我们要晓得，要明白，整个万法是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，跟我们同一个自性。同一个理，所以是一体，不是一家了。一家个别身体不一样啊，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，这是佛法里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啊，叫你证果。证什么？去证明整个宇宙跟自己一体，这叫真道啊！真搞清楚了，真搞明白，然后大慈悲心流出来了。一体，我这一体里头还有很多叫负面的，还有很多苦难，怎么办呢？帮助他救我，无条件的帮助，因为是一体。一体还有什么条件？全心全力的照顾。所以叫不二法门呢。啊，过于西方，百千俱值那于他国，这是四。前面一句讲理啊，极乐不离自心，百千俱值那由他事，是事也不离自心。
大乘佛法讲的什么？就讲这么一桩事情，就讲这个道理。你明白了，真的明白了，肯定了，再不怀疑了，你的真心现前。用真心是佛菩萨，用妄心是六道众生。妄心是起心动念，是妄想分别之处，这是妄心。用妄心永远见不到真心，用真心全明白了，就叫成佛，就叫成菩萨。啊，所以离事无碍，离中有事，事中有理，故十万亿尘即在目前，故观经云：“阿弥陀佛，去此不远。”十万亿佛国度算什么？很近的距离啊！啊，距离是假的，没有距离。啊，整个宇宙是一体，时间、空间都是假的。没有时间，没有先后；没有空间，没有彼此。这是事实真相。我们看到他们，他们也看到我们。极乐世界，西方无量无边世界里面众生，他向东方看，也看到我们。看到极乐世界东方，我东方还有许许多多的佛国土，多少没有止境，没有数字，只能用无量无边。这是事实真相，明白了，说一家人还太远了。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这真的，我们入这个境界，共同一法身。现在没有证得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，我们要感恩，像慧众一样，慧众诚感，佛力加为，净慧良土，互现莫显，如净言天，净天眼，观一玄地。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一体。可贵啊！我们为什么干这事情？因为一体，帮助所有众生都回归一体就对了。这就是佛菩萨度众生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